我要跟耿如说，我没有一天不爱你。我要跟女儿说，对不起，你还小，不会记得有这个父亲，也蛮好的。耿如会记得吧？我从以前就没有想要生小孩，所以这一刻，哎，矛盾。如果没有玉米，我可能会更……点点点。早期那个我真的是王八蛋，可是早期那个我也是身边很多王八蛋带我走到现在。尤其我刚刚讲大小 S， 我就是选择算了。所以各位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那个时候康熙来了，反而他一直在跟我说抱歉？因为我们都有秘密。总之，我只是要说，请大家帮我照顾所有我想照顾的人，除了抱歉还是抱歉，对不起，老婆。我这辈子为什么还会遇见你？如果没有遇见你就算了。耿如还年轻，还有很多路可以走，可以重新来过。这么好的女孩，请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帮忙。女儿也是，更不要说小不拉几的。只有我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的。我活该。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都要戴发片假发，我也没有在避讳了，只是觉得也很累，真的人生好难的。我也想要留着胡子秃着头就上去，这是遗传嘛， DNA 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你就是会就是不可能。我还是最对我爱的人跟我爱的人说抱歉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you